close up 啲，可以近啲。我而家唔驚噶啦，係啊，可以好近咁樣睇，我啲皮膚咧係好有光澤啦，同埋咧真係冇咁黃嘅。今日係做眼啊，做完之後會有啲乜嘢明顯嘅效果啊？浮腫、水腫嘅眼啦，都好啱我。好腫，同埋咧，大家可以睇到我隻眼袋呢度咧係即係偏紅咯。通常咧，如果夜瞓啊咁樣咧，都會係偏紫或者偏黑噶啦。但係其實我呢一度咧係紅嘅，證明係我啲血液循環唔夠好啦，有好多微絲血管，同埋係因為鼻敏感，所以眼腫。嘅時候咧，我都舒服，都係瞓著咗添咯，好正！我而家可以精精神神去拍片啦。啊，同埋咧呢一個眼嘅出紋咧，其實係跟埋上一次嘅嗰個面部出紋嘅，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就記得快啲 join 啦。係聖誕節之前參加嘅話咧，就會送眼嘅呢一個優惠咯。Miss Makeup and Beauty。